酥炸过的风肉放进卤汁煮到入味，香料腌制的全鸭滚烫油锅里炸，外皮香酥，肉嫩汁多。哦，这位准备去团结。沈道旁直接架起身材工具，这波疫情冲击几乎零收入，把内门红老宗破塞逼到马路旁，做起了外带生意。差无生意都无多来蒙着啦，就这个路边摊。过去办桌一场庙会能来到上百桌，现在改做小本生意，顶着太阳风吹雨淋，更加辛苦，利润更低。但沿路飘香的秋落菜，让这订单电话接不停，每天都能卖。卖出上百份，你来讲讲，哪块卖不完啦？还有民众，就算台北远道而来，也要吃上一回。台北来，这个真的是特意来这边拿的。而针对国内疫情趋缓，有望在6月7号进行大规模解禁，洪老宗破塞则认为，要盼到时机好转，恐怕还没这么快。这三四个啦，要恢复甲像以前，那是不可能。化危机为转机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另起炉灶，没有错。平常机动性就很强的锅具器材，转战马路边，继续展现好手艺，用外带得来速，让半桌菜找回生路。